戴这么多戒指，因为我是定过这么多次婚吗？啊，到时不连不出片，一出卖五年，谢谢。叫什么名字啊？王静怡。王静怡小姐，她是一个相当懂得努力、上进的一位艺人啊。好啊，你给我们同学们大家一点有启发性的一些名言，好吧？我今天带来托尔斯泰的。老实讲话，脚可以摆在这里。我要是再不纠正你，我怕你脚摆在这边。看吧，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好。他说过一句话：当有困难的时候，有的人会一败涂地，有的人会一飞冲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去面对它，你去化解它，很可能就因此而飞黄腾达。那如果你去逃避它，你就一错一败涂地。不错啊。Hello。Anata，这里日本话叫 Anata 不是你，叫老公的意思。亲爱的，我的阿拉卡在后面，有两位，对对，你们三个人好像是个团体嘛，是，叫什么名字呢？呼啦呼。一共有两位同学发出尖叫，可以看得出来，呼啦呼非常受欢迎。好吧，你们先请坐，先请坐，没有关系啊。那他们两个是日本人，您是哪里人？我是台湾人。为什么会跟他们这个扯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那你应该日本话讲得不错了。阿娜达。吃不赢阿娜达。吃不得吃呢。哇，这个就厉害了。吃饭。Eat。是 eat 是英文吗？这么简单。吃，食べる。食べる。吃饭，ご飯食べる。ご飯食べる。吃，食べる。吃饭，ご飯食べる。旅馆，ホテル。这一句话班主任没有教过你。他们教过我。在哪里教的？这个就可以不用教了。螺丝起子叫，你看同学们教他一下，螺丝起叫做，老虎钳叫做。啊，原来你们也只会一记啊，叫 Penji。基隆庙口卖的是甜不辣，哎，对不对？对。好了，跟我们讲一点名言。英国可以失去印度，但是不可以失去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一个艺术家，而且是文学代表。那英国宁愿失去他的殖民地，都不愿意失去他的艺术和他的文化。意思就是说，艺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多么的重要啊！鼓励一下。这套服装是精心设计的吗？对。啊，它的特色是什么？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莫名其妙。
对不对？不过有大家有的时候也这个时候大家最好还是不要笑比较好，因为有些人也只有那一些。只剩下酒杯。你听说5年才出唱片？对。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好的作品、好的制作。对，这个叫宁缺毋滥。对啊。这非常重要。宁缺毋滥。不是，我是讲给老板讲，我是替老板讲的。啊？哦。宁愿不出。你还给我们讲的名言是？这句名言非常有意思。嗯。这而且讲这句话的是一位非常。要用念的吗？你就先说这个话，我们听听看这个人，再来猜他有多伟大，好吧？先不要讲这个人是谁。其实，你们之中跟我共进晚餐的人，是个廖北啊。莫名其妙。廖北啊，就是好像吃里扒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原文嘛，大概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其实是你们密告了我，现在和我一起进晚餐的人里，就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嘛。哦，要不要？这句话可能是谁说的？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的？耶稣。哎，为什么这么厉害？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哇，你看，厉害。观众里面如果有人懂得太多的呢，也会让我们的表演呢就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有意思啊。意思就是啊，这个有时候往往你最信任的人会出卖你。是这样吗？一方面也是表示耶稣他的度量，哎，啊，有容乃大，对不对？哎，奇怪，您思想有一点问题啊。你好。对呀，你上次来这边表演的那个什么猫王喵王，非常的生动。Thank you。 您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名言是人们把我的天才不是，人们把我的成功你们这没有一个人能够背得起来。归我的天才，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我的天才只是刻苦。对，这句话是谁说的？这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发明的是什么？发明了电灯泡。刚刚那位小姐，不好意思，爱因斯坦发明的是香水。香油，鼓励一下。牛顿是有教练。牛顿还对，他是主张万有引力。那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家，相对论，所以就说这世界上有男的就会有女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有天才，也是要加上努力，对，对不对？好，鼓励一下。よろしく。よろしく。よろしく。私は今日ですね。はい。はい。好。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なた名前を？あ、名前西原龙之介。西原。龙之介。龙之介。对。哦，あなた。故宫博士，故宫博士，还真的讲的还真的有。Handsome boy， yeah， no handsome， handsome， handsome。啊，谢谢谢谢。たくさんのカラーですね。Gold， 很多颜色 ，gold。これはひっせはんトラグロン。トラグはこれはあれ一番高贵が。トラグ？トラグ。不喜欢。久等久等久等。日本，投票第一的这个啊，朋友，朋友，朋友了，投票第一，不错的，不错啊。你们两个也很好，啊，很好，很好。对对，你跟我们讲一讲日本话。
哦，唱一个歌是吧？唱歌，导演先给他们表现一下，日本歌好不好？好，台湾人可以听得懂的，好不好？好，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这个歌在台湾呢，50年以前的啊，新 new style， new style， OK， 龙骨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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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OK， OK， OK， 啊，要不要？是，喏，龙骨里，龙骨里，龙骨里，哦，お池にハマってさ大変、土壌が出てきてこんにちは、坊ちゃんと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じゃんじゃん、な、名言。チャンスがないというセリフは弱いやつが言うセリフ。ああ、キャボでしょ。本当にチャニーズ。チャニーズ。チャニーズ。没有机会，这是我家最好的结果。没有。那位小姐，麻烦帮我翻译。没有机会，这是弱者最好的借口。哦哦，好棒！这个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阿七，小明，全部欲しいものは全部欲しい。拢总欲しい的对。啊，要求拥有一切，无价你愿一无所有，买就买。要就拥有一切，否则宁愿一无所有。肖邦说的。好，再一次，再一次。要求拥有一切，不假宁愿一无所有。谢谢蓝哥。来，小板啊，好，小板一下。开始验收歌曲啦，那就由那陶晶莹一出卖5年，那这个歌一定是很好听的歌曲啦。嗯，别让我失去依靠。好，听听看，鼓励一下。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味道完全不一样，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这5年，大家也觉得我成长了，所以比较成熟一点。啊，这歌比较成熟吗？嗯。啊，听起来怎么声音还是那么细，那么细？你要变很粗吗？啊，对啊，还不错啊。好，谢谢。换个男生来。那艺人好像都会要有一点懂点乐理啊乐器的，刚好又应验了刚刚谁讲的一句话，哦对，我不是天才，我是自己要刻苦，才会被人家认为是天才。两面完全不一样，怎么搞的？验收的歌曲叫做，叫做，不是他们都猜错，是这个。忘掉啊，忘了请回座好了。我的心让你管，我的心让你管。我什么？我的心让你管。好，鼓励一下。我的心。
先分，你的心儿我能稳，保证你幸福美满，从今后除了你谁都不肯，又听话又专情，我是说了就算。 Yeah, yeah. Hey girl, when you be my love, when you slide on up and touch my body, you know I'll never let you down, you can keep my heart, so please don't worry. Someday baby, when you're mine, know I treat you right, it's the thing called Mary. Let's go downtown, when love will care, what joy will you and me, baby. 人家唱歌，你拿这个能玩在屁股上来？干嘛屁股戳破？哇！哇！哎呀，哎呀！你刚才这个反应多好！好厉害！哎呦！为什么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因为是中秋节嘛。哎，等等，那样。啊啊！中秋节。对啊。在美国也过中秋节吗？啊，比较少。他们也有梦在手，也有吗？不，国外没有，可是国外的中国人还是会过中秋节。通常在美国都怎么样过中秋节？打麻将。哦。吃月饼啊，打麻将。啊，所以听牌只能听一饼是吧？可是我们都吃泡面，没有。还是吃泡面？对呀、啊，因为月饼是美国的泡面还是台湾的泡面？美国的泡面真的很难吃。蘸的还是日本，嗯。好啊。那个真的很难吃。鼓励一下。这次是第几次出唱片啊？第一次啊，第一次，我你胆子也不小了，又拍戏呀、啊，又是哎，你干嘛？没有，有人指大字报叫我去换衣服。换衣服，那你不能就偷偷下去了。我看你们在忙的时候，我唱嘛。对，我帮你唱。虽然他的歌并不一定有这个听的价值，但是你也要礼貌上，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哎，对。可以去。你要求婚啊？还要去换衣服啊？对，他每一次来都会换衣服，一定有好看的东西，要鼓励一下啊！待会儿就来，最快，歌名叫做《最坏的宝贝》。最坏的宝贝，好，听听看。多唱了几小节，你戏演的不错，听说。谢谢。班主任啊，要考一考你，好吧？好。那个，我要跟你离婚，好吧？老公，赶快换衣服了，市长约你吃饭。好吧，走吧。你怎么可以随便加动作？先生有穿太太的衣服吗？哇，你好胖！这叫壮。然后呢？不去了。为什么呢？哎，你不去不行哎，这个月没有伙食费了，赶快去啊！这个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啊？吃完饭不是打牌吗？打牌你都会赢钱的。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什么事？我要跟你离婚。咔咔咔咔，有一个女人听说会这样的吗？反过来，这是很严肃的啊，是很严肃的，绝不能笑场啊，拜托。今天市长要请吃饭，赶快换衣服，还等什么？不去。你今天是怎么了？不想去。为什么？我要跟你离婚。
照相，知道吗？吃早约你吃饭。我不去。我要跟你。现在导演是要抓最后一个反应很重要。OK OK。我要跟你离婚。你那个时间好像看了恐怖片一样，桃子最会进。这个飞哥在我从侧面看，你真的很像迅猛龙。我要跟你离婚。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跟你离婚。刚刚那个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吧？很棒。哦，他那个算很棒。好好，请坐，请坐。好啊。来，你兄弟，你兄弟，鼓励一下，好啊。爱情还很朦胧，青春像一阵风，有你有他有一样的梦，不在乎who loves who. Oh baby now I don't know who loves who. 我不愿想太多，不要问我谁让我心动，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接下来就到了特殊才艺验收的部分，好啊，先请坐。那给他多当一下观众好了，他干什么？奇怪，怪不可以，这个人不行的。我都过，我都过，我都过嘛，走路嘛也这样。不好看。来，你们今天是不是验什么呢？我验验血验尿，验。怪，莫名其妙，而且这个衣服越看越不顺眼。你这样会怕班主任长针眼。好来。给我们验收的是验收，我先这个就是音乐教室必修的学分彩带舞。那又不是演离婚戏，你按这个干什么？那不行，那你先请坐。好吧，彩带舞，你要看彩带是吗？嗯。还有什么？又是我。您那应该耍起来可以叫做长袖善舞，对不对？要什么颜色的？橘子。啊，橘子色。哦。啊！对不起，这是彩球，不好意思。郝金，班主任希望看能不能，看能不能给你有一点帮助。可是班主任，你两颗给我，你不就没了？今天给我们准备的特别节目内容是。迟到黑，它是属于一个绕口令，听听看，来。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道九道十道黑。我买了一根烟在乌木杆，我是掐着它的两头，那么一道黑，二姑来演戏，照着它的镜子，那么两道黑。本皮墙这个十道黑是很灵活的东西，那眼睛是要飘来的。好来，大部分是看左边跟右边，好不好？你们哎，十道黑啊，这样子不行啊，除非你们像班主任这样看，我就让你看一道黑两道黑
如果说你一直依赖那个大字报，反而没办法表演得很流利。不错，好。我也会。迟到听的。自裁带舞。五点的啊。要那么长吗？紧张吗？好，啊，马上，好吧。好。哎，你们坐在那边可以管到篮球的事情啊。好。这边当第四台啊，莫名其妙，不能这样子，不能因为自己耍得很蛮流利，没有打结就可以一丢就走了。光是这样子不能算是你的特殊才艺。还有什么？还有软的玩了，硬是。好，软的玩完了，好，硬功夫了。硬功夫。哎呦。玩枪的人叫，是洛克嘛？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枪最重要的讲究身段，一开始按照萝卜底打转，然后开始哪里跑，哪里，好了，好了，我转，我不要再转了，啊，不转了啊，转。都生气，还有大刀花，好。希望郭小庄小姐没有看我们这个，哪有平均的嘛？耶，有这种表演的吗？奇怪，这么宽，然后裤带又坐到这里，一边走一边拉，又穿一双鞋子没跟，伤脑筋。好，来模仿马上了，麦克风要不要？要。好，鼓励一下啊。Let your body go with the flow.
是你喜欢不喜欢日本？对，我喜欢。没有，我喜欢日本人。对，你们听错了，我最喜欢沙西米。好啊，鼓励一下啊。哎，我们东西不拿走。太过分了。哎。这个 Tokyo T 男，我们认识了啊，不错不错，表演得很好啊，哎，他们两个人一来，害你们两个人，大家印象又没有了，哎，不错不错啊，请坐请坐，谢谢。好，应该谁了？陈伟来了没有？小庄女士啊，对于我们评剧，哎，你好，您贵姓甚名？大胆！娘娘，真正的男人问都问得出来。来来来，给我们表演什么？一个喝了非常的醉的贵妃。贵妃醉酒。是的。要什么音乐？要我们的孔锵老师来帮帮忙。来呀！请得啊！麦克风。啊，不要吗？不要。你确定不要？我。这是观众哎啊，他是太监。哎呀，真是看不出来啊，非常漂亮的太监。嗯，哦，娘娘喜欢。娘娘请赏礼。辛苦啊，表演的还不错，叫做贵妃醉酒，叫做贵妃醉酒。哎，下课下课下课，哎呦，起立。
什么玩意儿？这个事情我啊，秦汉也搞不清楚啊，什么？咔！你们在干什么？